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是超级早，然后就是我就超级怕他，就他只要是不是新时代不要打断我好，然后他只要转到我的方向，然后他只要看到我，然后我就我就做错什么，然后开始转，然后他就讲。如今你要臭脸消失。那时候超级还好，就是那时候开学的时候还有点虚，就在路上会想办法给他开车。怎么这么？哈哈哈哈哈！我们小我觉得我男一就是很好的，我觉得男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找到跟同性相处方式，加上就是。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让成长的东西。因为他的反应未来很高，然后呢，拉得太高以后，就是在人家就是这样，然后很失望，然后就是觉得到时候，然后其实后来就是一个好，剪掉，剪掉。因为我觉得单一他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打开就是风暴的想象，就是因为一开始完全不知道风暴的暴风会把它终结，所以我简直是一个很震惊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从那之后就是我在看一些就是我想到他们这种然后就是不多想，而且我觉得我们那时候那种单一的时候就是但是会很卡在一起，然后像跟一样的那种，就逢场就会觉得说，但是好像很尴尬，就是很幸运，然后长到身高，真的就是最。那时候动态几班前，老师要拍一个剧，然后那时候我就不小心在热，然后就没有拍上，全程都在一个很荒谬的位置，就是一直在 C 位后面，然后而且我在动漫展。是前几天吧才回来，然后就很来不及学，所以我那个前面都没学到，然后后面衔接也都没学到，就觉得很完蛋。然后我动态展也很可怕，就是我那个真的就跟大家完全做相反。然后，那我觉得后来就是等到男一就是我怎么样，大家就是一起
就会开始就快，然后很紧张，对，很快，然后就那时候一直在中正，然后现在就开始就觉得自己进步，空间还很大。我现在心驰一环。大家好，我是 Let's go, 今天我们今天分了。